怡琳，看一下右手臂的单位臂章。Please look at the unit patch on your right arm. 要知道呢，这单位臂章不仅可以用于识别，而且还蕴含着我们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和胼手胝足的汗水。That's for sure. Speaking of history,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more about our unit. 说起我们单位的历史，就不得不提起陆军234旅的前身——陆军第25师。民国22年，在长城战役中以寡击众，英勇抵抗日军，缔造了古北口大捷的辉煌战绩。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234旅有着长城部队的称号。一直以来，我们234旅无论在战备演训或灾害防救上，都有着亮眼的表现。尤其去年本旅更完成了联合兵种营的编程，使战力更加提升。学长，那你知道我们部队的英文怎么说吗？知道啊。上次节目呢，在介绍机部333旅的时候，我就有笔记下来了。单位的英文番号要用序数来表达，所以陆军机部234旅的英文就是 The Army 234th Mechanized Infantry Brigade。They are all correct， 完全正确。我也加码跟大家介绍刚才提到的联合兵种营，英文是 Combined Arms Battalion。Combined 是联合或协同的意思 ，Arms。在这里指的是兵种，而 battalion 则是营级单位，英文军语的缩写是 BN。Excellent， 话不多说，现在赶紧来了解陆军机部234旅的光荣史迹和坚强战力。上的队徽，你知道它的故事吗？它不仅仅是用于单位的识别，更承载着每个部队从草创到茁壮、奋斗到成就的光荣历史。前辈们胼手胝足，一步一脚印，为每个部队写下一篇篇动人的故事。现在就由我们带着大家来寻找每个单位的根。Hello， 国军官兵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国军战力强，认识我们的荣光系列单元，我是主持人田依令。我刚刚在听到是一首非常雄浑有气势的军歌，歌词的前面是这样的：巍巍长城中华屏障，陆军雄师为我国疆。唱的不标准，但是我相信你们听到这里应该已经知道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哪一个单位了吧，又或者你们看到我身后的这一栋长城楼以及大家所熟悉的长城队徽，应该已经知道今天的主角了吧。没错，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具有悠久历史且显赫军功的陆军机部234旅，这个单位又被称作长城部队。说到长城部队啊，要从民国18年开始追溯，相信这一支对龄将近100年历史的部队一定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值得和大家分享。那么单位呢，今天特地请来了一位神秘的重量级嘉宾，要带大家认识234旅的历史哦，真的很期待，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Let's go。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每位官兵都必须了解部队的历史传统与自己本身的使命，如此才能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哎，依宁，你在这边看什么？哎，原来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就是黄国桢老师啊！是的。你好，你好。哇，我们今天非常难得请到黄国桢老师来，我希望大家可以因为老师的介绍，让电视机前面的国军官兵跟国人们能够更加了解234旅的历史。那么首先我想先请问老师，为什么这个队徽里面会有一座长城，这个部队为什么又被称作长城部队呢？依宁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对对对，要推推推、okay. 推到民国22年，当时234旅前身的番号为第17军第25师，师长便是有名的将领关麟征将军。
当时这支部队为了抵御日军对我国的侵略，所以他前往长城古北口去抵御日军的进攻，血战四昼夜，全师官兵伤亡过半，非常的惨烈哈。可是也创下了非常丰厚的战果，因此当时的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便赐名为长城部队。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队名叫长城，而徽章旁边往往又会写上古北二字。哦，那长城部队有没有参与其他重大的战役呢？当然啦，老白部队一定都有历经过血战跟恶战的啊。最有名的就是两场，一场是民国27年3月的台儿庄会战，以及民国28年10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台儿庄战役是我们对日抗战爆发之后，国军在战场上第一次取得重大的胜利，而第一次长沙会战则是欧洲战场爆发之后，日军在正面投入兵力最大，而且攻势最猛烈的一场战役，前前后后投入10万兵力。面对优势的兵力跟武器装备的差距之下，国军在这两场战役取得大胜之后，又将态势恢复到战前双方形成拉锯的一个态势，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哇，刚刚听完老师的介绍啊，真的觉得这些历史都变成活生生的故事嘞。而且啊，我刚刚听说老师会这么了解两三四旅，是因为老师在这里服役过哎。我想请问郭老师，就是您在服役的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演训，或是参与什么支援灾害防救任务？当然啦、啊，每一天都是很难得的回忆啊。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莫拉克风灾，当时我们部队奉命前往灾区去进行救灾的时候，虽然工作很辛苦。官兵呢就冒着强风大雨，然后不去计较个人的一些休假啦，或是一些休息的时间，然后全心全力的去达成这些任务。所以即使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们这些官兵弟兄们也都退伍了，可是我们常常都还是会定期的保持很密切的联系跟互动，培养革命情。对，那到现在也都是会不定时的去聚会见面，那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所以不会因为退伍之后而烟消云散。我觉得我们官兵反而是退伍之后，我们的力量反而会更加的凝聚在一起。对，这都是军旅生涯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哦。哇，原来两三四旅是一支这么优秀的部队啊！刚刚听完了您的介绍啊，真心的觉得您对两三四旅历史如数家珍呢。那两三四旅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吗？当然啦，我们就慢慢来参观两三四旅的队史馆哈。好。那来到这一面墙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两三四旅的前身，也就是三拐三旅。那一命，你有没有发现墙上的照片有没有什么特别熟悉的面孔或是熟悉的人物呢？非常值得尊敬的面孔。哎，是哪两位？是严德发部长跟邱国正部长。对，所以两三四旅不光只是一支具有悠久光荣历史的部队，它也是曾经有过非常杰出的将领啊，才能够担任这个职务的哦。是，能够成为这个部队的官兵，真的感觉与有荣焉。对啊，所以即使我已经退伍了，但是现在每次只要提到我曾经是长城部队的一员，我都是深感骄傲与荣耀的。对，感觉很荣耀哈。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介绍，相信大家在看完了队史馆以及历史文物的介绍之后，应该都对两三四旅的历史更加印象深刻了吧？两三四旅是一支战绩精良的优质劲旅。更是中部地区的主战部队之一，曾多次参与汉光演习、联勇操演、长青操演、支援灾害防救任务等。在演训中，我们还可以看见引爆甲车的英姿哦，想去看看吗？走！以上是连长下达的安全规定，请各位务必确遵各项保养纪令，并听从干部的指挥及口令，以维护作业的安全以及人身的安全。扫息之后，下去动作扫息。哇，连长你好。你好，我是主持人田依妮。你好，我是连长许文英。哇，我刚刚看见您指挥官兵下达命令的样子，相当帅气耶，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依妮，请问你知道我前面这台装甲车叫什么名字吗？这个我知道，这个超简单，这就叫云豹甲车，对不对？没错。那你知道它的全名及型号是什么吗？全名这个我就不晓得了，但是我想身为连长的你应该对于云豹甲车相当的了解吧，可以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吗？当然没问题。
这台装甲车全名为 CM33 型装步战斗指挥车，从设计到制造都是由陆军的兵整中心统筹规划，参与制造的单位也都是国内的部队及厂商，堪称是国防自主的一项骄傲。而且我们两三四旅是第一个配附八轮甲车的单位哦。没想到我们国防的科研能量是如此的充沛耶。那为什么这一台甲车就会被称作云豹甲车呢？问得好，这就跟它的设计与性能有关。云豹甲车是轮型装甲车，特色是使用八个大型陆轮，所以官兵们都习惯称它为八轮甲。轮型车具有机动快速的特性，相对于履带车而言更适合我国的地形，不仅机动性高，操控能力强，承载效能佳，而且在作战的时候，万一轮胎遭到小口径的武器击毁时，其他轮胎仍然能够支持车辆的机动。综合以上各项优异的性能与台湾云豹的特性完全吻合，因此当时的陈水扁总统便将之命名为云豹甲车。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能文能武才能顶天立地，成为部队的士气与力量的来源。因此除了战技与体能的训练之外，旅上更鼓励官兵进修学习。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两三四旅与修平科技大学合作所创建的营区教学点，设立了竹坑教学点，让官兵们可以利用公余时间在地进修取得学位。课程融入了企业参访、创意实践、政教辅导、专题竞赛等，来提高学习的成效，所以让你的军旅生活更丰富，创造您的军学双赢新优势哦。两三四旅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在军事本务上严格训练官兵，致力于给官兵最完善的照顾，从上到下团结一致，让他在精神上、战力上都是一支真正的钢铁劲旅。好，那对于刚刚分配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团长，没有。联勇快到了，在先前准备的规划下，相信各单位一定可以顺利完成此次的任务。那在此之前，营长想先听听各位针对这次操演，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我看就先从今年获得陆军训练楷模的威良开始吧。报告营长，对于本次联勇任务，我们连队在训场维护、主角设置及警戒爆破等工作都已经完成万全的准备。这段时间我们迎接了许多挑战，无论是驻地训练或基地测考，旅长总是带领着我们练力、练技、练胆、练心、练指挥。相信在旅长的指导下，我们工兵连一定能发挥能战、敢战、胜战的精神，达到超敌胜敌的目标。不愧是训练楷模啊，大家要好好向连长看齐。那清文你呢？报告营长，首先要先感谢各单位的协助，因为大家的关心与体谅，让我能成功完成长官交付的任务。今年刚从维吉尼亚军校毕业，选择投入野战部队的原因，便是希望将留美所学回馈给国家，为国军尽一份心力，希望自己全力以赴完成每件事情，也已准备好面对未来的挑战，也会和技不严的官兵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很好，新闻期待看见你的成长，加油咯。那启章你呢？报告营长，本连在今年基地训练获得 GO 的成绩，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操演期间内野战线路架设、抢修与维护等工作。另外，我从民国104年入伍到现在，就一直在旅上服务。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过长兴操演，当时还只是一兵的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操演，仿佛就在战场上作战。还好有当时班长的协助与指导，才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我一直很喜欢单位的一点一滴，希望单位的大家都能发挥团结精神，一起为之后的联勇操演努力。的确，团结合作才能发挥最大的战力。那瑞森你呢？报告营长，我的工作室负责修护甲车，多亏了连上的干部与弟兄们的指导及协助，我的本职学能因此提升了许多。看见装备在外能够顺利的完成演训任务，让我对于修护这一方面有了更大的信心。
同时也希望负责后勤的所有同仁们能够一同秉持着主动服务的精神，维护装备的保养，齐心协力地完成各项演训任务。看来大家不仅对于各自负责的工作十分用心外，对于完成演训任务也深具信心。营长最后想再叮咛大家，戮力战训本务之余，更要关怀身旁所有的人。营长一直认为部队就是军人第二个家，所以我们不仅要致力于营造单位上下之间的良性互动，更要以 We Are Family 为目标，让旅上所有的人都能愿意真诚对待彼此，通力合作，团结一心面对所有挑战。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完成此次的任务，为旅上争取佳绩。谢谢各位，大家辛苦了。本旅为贯彻自我防卫决心，传承光辉队史，履行对国家与人民的承诺与责任，首先编成联合兵种营，提升联合兵种协同独立作战能力，发挥快速机动、精准打击应援效能；其次，强化人才培育，打造复合式学习环境，便捷修平科技大学与营区教学点在职进修，取得大学及硕士学位，鼓励官兵考取国家技术证照，提升社会竞争力。因此，本旅官兵留营率荣获陆军上半年度绩优单位。同时，秉持开诚布公原则，注重官兵权益与急难病痛苦等关怀慰问，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本旅即将接受三军联合作战训练测考，旅长相信在全旅官兵的努力下，必能从严从难完成任务，发扬长城部队荣耀。今天跟着英令造访了陆军机部两三四旅，了解了单位的光荣战史，看到官兵不畏烈日挥汗从事训练工作、辛勤工作的身影，就如同巍峨的长城，不仅是一道坚实的屏障，更是让国人安心的力量。遥望群山，看着车龙山下的长城健儿们乐于训练、享受训练，相信未来长城部队会持续奋进，缔造更多璀璨辉煌的历史，成为我国防不可或缺的战力。三四旅，有将兵民，飞羽正风，长城部队。